这是在拍《琅琊榜》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演飞流，他演我的苏哥哥，我演他的护卫。开机的时候呢，我见胡老大，我还特别忐忑，说：“哎，他会不会记得我呀？”没想到他真的记得我。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，可惜我出去玩还没有发现。好走，让他们再打我。飞流没分寸不要紧。哎，小叔，你可真够护短的啊！我们家飞流真乖。还是你有办法，竟能让豫王府的李翔进了他的门。说是一些技巧玩具。我只是知道要投其所好。给飞流的、留下来吧。苏宅那个心智不全的孩子，表面上虽为梅长苏的护王，但实际上，如同他的小弟一般。今日攻入我玄镜司的暴匪十分凶悍，凶悍，凶悍，也十分凶悍。输了，很苦的。那你帮苏哥哥哥，可以帮？给我。你身边不会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小孩吧？给我的，给我的，怎么这么酸？谁给你吃啊？苏哥哥喜欢。今天要乖哦，要听话。好，我睡觉。这次我就带飞流去，你们都回廊州吧。